嗨，各位仙奏报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志豪。来到高雄找最好吃、最好玩的，就要看仙奏报。我觉得呢，南部的粉丝朋友就跟南部的天气一样，都非常热情。那从刚刚呢，今天一路上走过来的行程呢，就都会有人在那里等我哈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浓的人情味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的温暖呢，都是给我们最大的力量。哦，高雄真的很大哎。其实虽然基隆跟高雄有一点远哦，但是每一次来高雄呢，都会觉得有惊喜，因为高雄不断的在进步，而且不断的在变漂亮哦。那不管是人文，不管是科技，不管是新的设施，总人让人家呢这个流连忘返啊、哦。那来到高雄，当然美食也很多，不过呢，我就是有几项比较偏好的哈、哦。像我每一次来高雄，我一定会到六合夜市去吃海鲜粥啊，这个是必吃的啊。或者是呢，到这个莲池潭去走一走啦，或者是呢，到博尔特区啊，我都觉得都可以很悠闲的，然后度过我每一次来高雄的时光。我是歌手出身，后来转战主持。那一主持一晃眼就12年哈。其实你如果要叫我比较喜欢唱歌还是比较喜欢主持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做选择，我都爱哈。即便我主持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可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爱唱歌的歌手啊，才会在最近主持工作很忙碌的同时，还是推出了我这一张《鬼爷前村》。因为现在的工作重心哦，就是我固定的主持节目啊，《超级红人榜》，然后中视的综艺一级棒以外，当然最重要就是宣传期嘛，哦，《鬼爷前村》，我希望还是可以借由这次的宣传，让更多人知道志豪发片的啊，这是首要的重中之重。当然也希望在2025年呢，给自己一点点进步的目标啊，我很希望可以回到故乡去开一场演唱会，一来可以回馈给我自己的乡亲，二来呢也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好朋友们。当然。从基隆出发，如果高雄需要我，我也很愿意来到高雄为大家演出。用心吃，用行李渐渐大，鸟魂伴着头毛渐渐白，问恁敢无想要休一个？你摇头，用笑容来奉陪。人生风雨较大，嘛着行。爱坚强，是你送阮的话。深深的感谢，我心爱的。恁的爱是阮的那烛火，在休困为一个家，操烦恼无断，袂记你了。When I think of my hometown, my tears are falling down.Don't worry, be happy, oh my mommy.